恭请法师慈悲开示。郑总，听到我的声音吗？哈，听到有，是我听到了。OK，好，好，大家请合掌，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尊敬的诸位同修，诸位护法，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打开你们的 video camera， open your video camera， please。佛说阿弥陀经，昨天呢，已经简单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我们静中修学行持的基本呢，就是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宗是宗旨的意思，以弥陀十念毕生之大愿为本。我们净土法门的核心都是建立在第十八愿，十念毕生。但是这十念毕生虽然是我们的大愿之为本呢，但是一定要发菩提心，你没有发菩提心，阿弥陀佛啊，虽然万德万能，佛也没办法，也无话可说。只要你能够发菩提心，哪怕是我们犯了五逆十恶，左脚啊已经在无间地狱了，右脚还在这个人世，只要你肯发心，阿弥陀佛还是能够帮助你们的。好，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一句话啊，作为我们修行精神的方向，才不会走错路。很多这个修净土法门的、净宗念佛的，到最后啊，不能得力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发菩提心。那我们这个法门呢，其实哦，对于我们现代时代的人啊，契机契宜，最适合我们现代的人。为什么呢？你看现代的人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呢？
没有耐心。耐心呢、不如以前，所以心浮气躁。你今天叫一个人，你每天要读无量寿经哦，你要一个钟头念佛，行吗？很难呢。有时候甚至于我们俩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连睡觉时间也没有，每天忙着赚钱、工作种种的。你叫他坐下来，然后念一部无量寿经，你也好好念无量寿经哦。你只要念无量寿经，你会成就的，会吗？很难，不多，不用说外面的，说我们自己的，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的？所以应用假期礼拜六礼拜天我们才有时间啊，共修啊，念佛，这个假期的时间甚至有时候都没时间，找很多一大堆借口，哎呀这一个那一个，所以众生苦也没办法哦。所以那种耐心好学的心态没有，像以前那个越南呢，有一个长老叫做义行和尚。义行和尚刚刚出家啊，有个跟大家还没讲《弥陀经》之前呢、先跟大家说说一下啊，难得跟大家见一个面嘛。啊，你看义行长老。刚出家的时候，他的师父派他去做什么？他洗碗呢，每天洗碗。哇，抱怨呐、抱怨，每天骂，每天抱怨。我出家是要弘法利身的，我要传法轮的，你怎么能够派我去洗碗呢？每天哦，洗多久？3年呢。那师父为什么要这样做？像我刚刚出家的时候也是一样。我刚刚出家的时候，我师父派我去做什么，知道吗？你们知道吗？派我去一个工作，就是专门洗厕所的。洗了一年呢。我师父那个道场有3栋，每一栋都是4层楼到5层楼。你想一想，我每一天早上早课做完，早餐吃完，每天工作是什么？都洗厕所。我心里那个很难受啊，我很难接受。我出家我要来报恩的，我要来弘法的。师父怎么能够派我去做这种的事情呢？有时候甚至于我在洗厕所的时候，有一些人来烧香拜佛的时候，有一些人啊，他悄悄话，这个法师是不是犯了什么过失啊？师父为什么派他洗厕所？你看，好难受，你知道吗？真的啊，真的好难受的。我是跟大家讲实话的，抱怨。我没办法接受。后来啊，我们听了这个广清老和尚，这个广清老和尚也不是普通人，也是推广念佛的，讲了最后听了他一句，他说啊，在丛林啊，什么样的人修福报是最大的？你以为啊，诵经念佛啊，做那些功课啊，不是广清老和尚啊，讲什么呢？能够去修学洗厕所，那个福报是最大的。哇，那个心啊，那就平静下来，你知道吗？心啊，平静下来了啦。所以啊，所谓的知我者，这个知我者，广清老和尚也啊。
真的啊，后来我才明白啊，老师派我们做这样的工作，其实都在磨练我们的心。那现在社会的人就是缺乏这一个，像儒家讲的齐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什么叫做修身？就是磨练你的心，玉不琢不成器嘛。磨你的心，让你的心呢能够平静下来，静下来你的智慧才能够起作用。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哦，我刚告诉大家，你能够受一点苦，比方说被人家伤害、侮辱、诽谤，或者种种的折磨，其实啊，这些就是我们世界上最大的财库啊。你能够吃点苦，就是我们世界上最大的财库。为什么？让你能够更用功、更精进、更努力，会成为一个成就的人。如果你每天活着在这个顺利的啊顺境当中，每天活得好啊，喜欢听那些赞美的，喜欢人家来赞叹你，让你跟你拍马屁的那一种话，讲那些花言巧语的那一种，你不但不会进步，你会容易堕落。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让我们要以苦为师？你有苦，你才会明白怎么要离苦。你每天活着在这个境界当中，所以你看《无量寿经》，为什么在这个37品告诉我们，斋戒精进一日一夜，你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修行一日一夜清净心，超过无量寿国为上百岁。你看，你一天的功课能够好好在这边环境修行，你的功德超过在西方极乐世界100年。所以受一点苦也是好，不是坏的。所以心一定要去磨。那我们现在社会的人的缺乏就是这一个啊，这个师父请跟大家分享，你们听不听啊是你们的事。世界上啊，那一些成功的人、成就的人，都是以什么做老师？以苦为老师啊。你看那些从那个圣贤、诸菩萨的，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文殊普贤，哪一个没有去吃苦的呢？地藏菩萨哪一个没有去吃苦的？才有今天的大成就。你看那个世界上这些的名医、这些企业家、这些成功的人，哪一个人不是吃苦的？那今天我们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没有付出的话，你每天想要很舒服的、很自在的，哪有可能呢？那不可能的事。哦，所以呀，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明白，吃苦不是一个坏事，吃苦有时候一个好事，真的。所以有一天呢，你在外面人家批评你，或者你到这个佛堂人家来诽谤你、侮辱你、批评你，我在考验我的境界，我的境界有没有提升？如果你还被这个啊，人家讲几句话不高兴啊，讨厌，你说呢？像昨天呢，有一个墨尔本的居士跟我讲，师父啊，我每天呢啊到佛堂呢，去练习法器，但是啊，我看到一个人我不喜欢的人，他人家看到我不喜欢，该怎么办呢？你把他当作阿弥陀佛不是了了吗？你干嘛把他当作敌人啊？当作这种仇人啊？奇怪，这样你把他当作阿弥陀佛没事了吗？
你受一点苦就受不了了。现在的人哦，太好命，所以啊，吃一点苦受不了。你看那些以前求法的，以前求法是跪下来三天三夜哦，不吃不喝的哦，求啊求法，希望能够啊得到智慧。现在的人，不要说三天三夜，请他来听经半个钟头，不一定会演。你看现在这个时代疫情，很多这个道场经过这个什么，这个经过这个网站哦，你看师父前几天跟印尼的那一些，你看有一些同学哦，他准备什么那个咖啡，那什么咖啡 ？Starbucks 星巴克，准备星巴克放在桌子上，哦，累的时候可以喝咖啡。你看现在的人多好命的，所以啊，现在做法师太难，哦，度众生太难了。所以释迦牟尼佛留下给我们这个财产，就是把念佛法门以现代这个时代的人确实真的契机起理，是无价之宝的。所以以持名念佛，三根普被，凡圣即说，上上根全体承当，下下根亦之得度啊。你看哦，这个念佛法门三根普配，凡圣，不管你是凡夫圣人，上上根也好，下下根也罢，我们是属于下下根的，我们不是属于上上根，我们是下下根的。只要你能够依教经典里面的去学习，因为这个念佛很简单，行住坐卧，不管你在哪里，处事待人接物，你不管你在哪里，在坐着也好，躺着也好，走路也罢，只要你能够念一句阿弥陀佛，你都能够得度，很简单，很容易的。所以净宗之妙，不理佛法而行四法，不废四法而正佛法。你看哦，净宗之妙哎，最为方便，随时随地可修，不误世间工作，依旧顿脱生死，不耽误我们工作，而且能够帮助我们脱离了生死。不仅仅这样哦，能自觉觉他，广度众生以未来，造福社会以今世。不仅仅能够帮助我们觉悟，也能够帮助别人，也能够造福这个社会。你说这个念佛法门多可贵呀、啊！大家遇到了，你好好用功，你说呢？对不对？人生无常，真的有时候真的活得很痛苦，种种的一些不能称心如意。你看我们在这个环境遇到那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人，跟喜欢的人又不能永远在一起，又讨厌的人又常常在我们这个环境，种种有时候让我们这个心啊，有时候活得很烦啊，每天呢、啊、忙的工作，看孩子，啊，送孩子读书，种种的，到我们老的时候又不方便，啊，有时候啊，无常又病倒了，又生病。你看最近，听到生病病苦啊，那这个很苦哎。你看师父最近有一个印尼的一个护法，专门发心做这个法宝流通的。他的太太得了什么蛇癌，37岁，还没死之前，那个蛇啊一块一块的，医生把它剪了，
连舌都没有了，但是到最后还是走，真的很苦的啊。我们这个身体的癌症细胞每一个人都有，什么时候爆发看着心，我们的心。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啊，好好用功，好好努力啊。虽然你们大家都是我的长辈，但是啊，李彤，你帮妈妈收下那个，在佛法里面呢，我可能比你们啊，那感激就来了，多一层啊，进步一层。我能有记录吧？哦，希望大家哦，真的，我们能够在这个因缘修行念佛哦，那、啊、真的不容易啊。所以啊，老和尚常常讲，下至无逆十二，临终念佛一必堕厌往生啊。哪怕是你犯了无逆十二的，只要你肯，都能够帮助你得生。横出三界，迎正四土，顿以观音四字并举，一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身份、你的地位，跟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都是平等的。你看你的福报有多大？哦，要修到像观世音菩萨这种等觉菩萨，要修多久呢？很久。但是你一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果位、你的地位、你的身份，你都是跟观世音四字这些大菩萨都是平等的，所以非常难得。所以我很幸运，我这一生能够闻到净土，还能够念佛，对我来讲，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对我们最大的贡献。将来离开这个世间，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比什么更重要。这个世界上啥都是假的，一草一木一根一尺都带不走的，所以不要把这个世界上看得太认真，看得太认真只有苦没有乐。随缘，不管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什么样的环境，将来这个世界上会有什么样的灾难，一句阿弥陀佛好好去念哪怕是今天灾难来了，我相信我们的影响也不是很大。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慈悲希望大家好好的用功。会不会累啊？会不会累呢？不会。不会吧？师父昨天两点才睡，两点半将近三点，一大早又起来。所以现在你看整个头好像蒙蒙的不正常。所以啊。我该讲的我已经讲了，其实我很感谢我们的正居士正泰这个我能够在雪梨跟大家用功念佛一起来学习佛法，所以要感谢大家你们的成就就是我的成就，你们的支持都是我的成就所以互相来提醒，互相来我们所讲的依众靠众，希望大家能够有一天会有一个成就做一个表扬，做一个好样子，让大家能够深信不疑对念佛法门能够最好的呢做一个表演给大家看将来时间到了宣布给大家我什么时候哪一年哪一日哪一夜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要亲近阿弥陀佛了你能够这样做这个好样子榜样出来呢，我相信雪梨净宗协会雪梨念佛的人一定带动起来了
因为现在的人啊，是求什么？求证据。你讲到那个花言乱转这样，讲到怎么样啊？人家也不相信。哦，所以很多人说啊，佛经有两部经常跟人家批评的，一部是《无量寿经》，讲的西方极乐世界。哎呀，释迦牟尼佛骗故事啊，骗这些老人。哎呀，什么有西方极乐世界呀、啊，无量寿啊，无病无苦的，都是编这个故事。还有用一个地藏菩萨本愿经来吓人，什么有地狱呀、啊，恶鬼畜生道的，佛也没办法呀。哎呀，你说呢？所以佛也是很难做人哦，好心好意啊，帮助我们众生。众生回头过来，不但不感恩，又回谤批评，你说呢？哦，这个就是啊，做一个简单来跟大家说明啊。好，我们现在啊继续来研讨啊。昨天呢、啊、跟大家简单说明了啊，那我们现在来跟大家说明。佛的长水弟子，昨天把这个大阿罗汉，啊，就是佛的长水弟子啊，这些不是普通的，啊，不是一般的菩萨，啊，郑总，我们打开给大家看一下，下一张啊。好，到这一点，好好，不要分，不要不要换啊。释迦牟尼佛的长水弟子这1255人，他不是一般的小乘阿罗汉啊。我继续哈、哦。哦，嗯，而且他们呢？都是那些大乘菩萨，而且这个菩萨的身份有多高呢？那地位有多高呢？我跟大家来简单说明。哦，佛的这1255人啊，他的身份呢、啊，都是法源地菩萨的身份。法源地就是十地菩萨，啊，像我们今天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身份？就是阿惟越致，阿惟越致菩萨的身份就是八地以上的菩萨，就是八地以上的。那法源地呢，是十地菩萨的身份。那十地菩萨的地位有多高呢？大家知道吗？十地菩萨的身份，就是说明释迦牟尼佛这1255人的地位很高，高到什么程度呢？我跟大家说明，我们菩萨有42个位次，达到40个位次就是等觉的菩萨的果位，等觉上面都是妙果，都是妙觉，妙觉都是佛果的。那一般讲是41个位次，一般讲的。那法源地菩萨、十地菩萨是站在第几位呢？哎，站在第几位呢？我们看下面的那一张。法源地菩萨，就是十地菩萨，站在第几位？就是40个位次。你想一想，第40个位次嘞，还差一个位置，他已经毕业了。换句话说啊，
无名烦恼共有41品，他还差2品啊，通通断尽了。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1255人的身份，就是法地菩萨。42品的无名烦恼，还差41品，差2品他已经断见了。你说他的地位有多高？很高耶。哦，所以大家一定要佩服的。所以在大乘里面呢，就称为什么？称为大乘的无学了，就是毕业了啦，就是这一些已经毕业了。哦，所以不容易哦。其实啊，佛的这1255人的常随弟子，他的智慧能力相好，腾懂佛果，就是跟佛啊同等的，跟如来地相去不远，正阿罗汉，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成佛的意思啊，已经不远了。那今天他们示现以声闻的身份来为我们证明什么呢？来为我们证明净土法门特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啊！就是来为我们证明这一个啊，告诉我们在这个时代，你想要成佛，除了念佛法门，其他的法门是不可能的，非常难的。今天他们示现在这个声闻中，就是来帮助释迦牟尼佛弘法立身。弘法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念佛法门功德不可思议，就是告诉我们这一个。你看文殊师利菩萨，7尊苦佛的老师，还是离不开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普贤、观音四字都是一样的。你说呢？他们的身份有多高的地位啊？身份很高的。其实啊，实在讲一句话哈，实在讲哈，哎，实在讲。我们看下面的那一段，实在讲，佛的这些常随弟子1255人，不少都是古佛再来的，像舍利佛、目犍连。都是古佛再来的，观音、四字、文殊、普贤，都是古佛再来示现声闻呐，就是为我们告诉我们，来为我们证明，这个身份很特别。所以经长啊，这个经典里面常讲的，一佛出世啊，千佛拥护。就是来为我们做一个榜样，所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它的范围还是离不开这句阿弥陀佛。哎，那个是真的。但是有一些人啊，对外行的人讲听不懂，哎，哎，真的听不懂。你说？人家问你什么叫做佛法，哎，反正你念阿弥陀佛就好了。尤其特别那些初学佛的，哎，师父什么叫做佛法，嗯，你念阿弥陀佛，念来念去还是一样。所以今天我想问大家，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对一个比方初学佛的人，要以哪一句话来代表？我想问大家，你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如果连这个答案都答不出来，会被人家笑死。我想问你大家，
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从论藏、律藏、经藏，哪一个可以来代表佛法的？啊，大家都知道，祖师大德公认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可以代表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大方广佛华严经》到最后文殊普行导归极乐，就是换句话说，整部大方广佛华严经都是讲阿弥陀佛。人家听得懂吗？他听不懂。比如说我跟你说，管音量啊，你要老实念佛，你可能听得懂啊，师父好，我念佛。但是你对那些初学佛的人，什么叫佛法？我告诉大家，你能够把这一句话啊贴在你的墙壁，百病不生，你的过的生活是非常的快乐。如果这一生不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起码不会堕三恶道。哪一句话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一句话一定要记得，这一句话都是代表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的佛法。有人说啊，像唐朝的时候有一位白居士啊，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问那个一位禅师什么叫佛法。禅师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听了之后很失望，而且批评老和尚，3岁小孩都能够念啊，老和尚，对啊，90岁的老翁不一定做得到。什么叫做诸恶？诸恶的代表是什么？归纳起来就是十恶。众善奉行，什么叫众善？众善就是讲的十恶的相反，就是十善。有没有做得到？哎呀，做不到了。所以你不要看小看这一段哦，十善是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每一字每一句在大藏经都离不开十三业道经，连我们修净土法门的释迦牟尼佛，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首先你要先修什么？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三业。为什么要教我们修第一福？先教你做人，你连人就做不好，你要往生西方净土有可能吗？你连人就做不好，你想要天升到天界去享福有可能吗？你连人就做不好，你想将来得人生，生在一个好德之家、福德之家，有可能吗？也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不能小看这一段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大家能不能做得到？不一定。所以现在你看念佛为什么这么辛苦，根基基本没有做到，所以不能怪别人哦。所以这一句话一定要很重要啊。所以啊，这些佛的长水弟子1255人哦，都有他的专长，知名度很高，让世间人一看，他们为什么要跟着佛去学习？就是因为佛一定有道德嘛，有学问，不然的话，这些人为什么会跟释迦牟尼佛学习呢？当然是这个样子了。啊，这个就是跟大家简单的介绍，啊，佛这1255人的长水弟子，都是不是普通人，他的身份最低的就是法缘力十地菩萨的身份。这个简单来做一个跟大家分享。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1255人的来历。刚才介绍菩萨的身份，大家听得懂吗？听懂吗？
所以让你们知道啊，有个概念，当你读到这一部经的时候，佛说阿弥陀经，看到这1255人，你除了记得八地以上的菩萨，他是十地菩萨，就是法源地菩萨的身份，很高，地位非常高，而且不少于古佛再来。那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来介绍这1255人，他为什么会跟佛拜佛做老师呢？他们的来历是什么因缘啊？要不要继续啊？啊，要不要继续？要。哎，他们的来历是怎么样的？哎，看下面的那一张啊，郑总，下面的，在下面的一张，好，到这里。那我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让大家明白。好，佛啊，这长水弟子啊，1255人啊，他的来历，第一个就是包括了三家社师徒。三家社师徒呢，总共啊有多少？有1000个人。这三家社啊，原本呢、啊、是一个外道的，它是一个外道的。那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跟大家说明哪三家社呢？啊，第一个的就是迦叶师徒，这个迦叶师徒啊，共有500个人。啊，他有师徒，啊，加起来总共有500个人，这个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切耶迦叶。切，耶稣的耶啊，耶，迦叶师徒啊，总共起来共有500个人。那第三个的就是那提迦叶，那提迦叶师徒总共起来也255人，哎，250个人。所以总共起来呢，加起来啊，就是1000个人。所以这个。这个团体很大、哦，而且哈、哦，而且哈、哦，下面的那一张，而且这个三家社啊，原本啊也是外道的，在那个当时的时候啊，在印度那个时候啊，他的那个名望很高，哦，在印度那个时候名望很高，但是他是。外道的，后来呢听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觉悟了，改邪归正，后来啊通通啊这些啊三家是师徒啊，总共1000个人啊，通通来拜释迦牟尼佛做老师。你看哦，1000呢，哦，这个1000哦，那接下来呢？第二位是谁呢？看下面的那一张。第二位的就是舍利弗。舍利弗还没跟着释迦牟尼佛学习呀、啊，他也是有一个团体哦。啊，他也有徒弟哦。啊，徒弟有多少呢？100个人。这100个人呢，后来啊听佛啊讲经说法，也是开悟了，通通啊来拜佛做老师。那第三个的是谁呢？我们看下面的那一张。第三个就是目犍连，也是一样，师徒有100个，这100个后来听佛讲经，也是开悟，后来拜佛做老师。那第四个是谁呢？我们看下面的那一段。啊，第四个的就是耶舍长者子，啊，他有小小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有多少人？50个人，后来也是拜佛做老师。所以啊，
总共起来呀、啊，1250个人。所以释迦牟尼佛收徒弟不是一个一个来的，那个太慢了啦。释迦牟尼佛收徒弟是整个大团体的，下面的那一张，是整个大团体师徒一起说，所以这1250个人的团体啊，就很快成型了。所以你看，现在要想要度一个法师，能够弘法利身，啊，讲经说法，以正法为主，很难呢。尤其现在这个时代，生活这么好，什么都好，哪有人想要出家啊？这个外面的这些的五欲六尘啊，这个这么好，这么美好，哪有想要出家？哪有可能啊？所以很多人认为像我常常遇到人家说这个出家人头脑有问题的。很多人都是批评我们这个样子的这个头脑有问题，如果不是有问题的都是失恋的都是这些的啦。真的这个失恋很痛苦。说实话真的，所以很多人认为出家是一种逃避，出家是一种这不能够随时时代的变化批评种种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好厉害你看一收徒弟就是一个大团体的1250门。他为什么要跟释迦牟尼佛学习？就是因为佛有道德、有学问、有能力、有智慧、有德行，他才跟佛学习不然的话不可能嘛。所以有人问我师父要培养德行，从哪里培养？从哪里培养？从哪里呢？从戒这个很重要。那最后呢还有五个，看下面的最后有五个，那五个是谁呢？就是佛最早得度的，在鹿野园就是五位比丘。所以加起来佛的常随弟子有1255人聚。所以整个数字都是说得清清楚楚，一个都不落掉的。这1255个人的来历是怎么样跟佛的学，跟佛陀来学习的，一字一字的记得清清楚楚的，一个都不落掉。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些常随弟子的来历的因缘，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无法跟大家说明很清楚，做一个简单字面上的报告。那接下来我们要看，释迦牟尼佛讲这一部经的时候，为什么出家人排为在前面，菩萨在中间，然后呢，这个诸天人人天、诸天这些排在最后，这什么意思呢？这是表法什么呢？时间到了。等下个星期再跟大家分享释迦牟尼佛在集宿集孤都园讲这一部经的时候1255人，还有这些诸菩萨众诸天人众人聚来参与，都有地位身份不一样，这表法什么呢？很精彩都有表法的。为什么出家人排最前面，菩萨排在中间诸天人聚排在最后，这表法什么？下个星期呢再跟大家分享
啊，不能讲太长，讲太长哦，等一下等一下会打瞌睡。哦，这个打瞌睡哈，就是等于说时间到了啦，啊，不能再继续讲了啊，所以啊，我们讲法师的人呢、啊、也了解哦、啊，不能太勉强，因为啊没有精神了，听进去也没有用，哦、啊，所以呢，好好哦，好好用功，好好念佛啊，等个下一次，下一次啊什么什么因缘呢？啊，再跟大家来说明。所以啊，这一部《阿弥陀经》啊，里面越来会精彩的啊。等一下会介绍佛的这些长水弟子以16位来代表，还有介绍这些菩萨以4大菩萨的代表，还有这个诸天人俱以玉皇大帝而代表，越来越精彩了，真的。啊、哦，这个我们啊难得能够来学习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让你们有一个概念，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这一部经五问智说开这个方便法门，让大家能够深入了解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的啊，你能够跟他感应道交啊，一感应道交啊，亿万当中亿万通都能够升到西方净土，好、哦。我们现在啊，有一点改一下共修的行程，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念佛，然后再来回向，好，请合掌。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啊！如果今天有讲不对的地方啊，请大家多多指正。我们同生极乐国，谢谢大家。好，我们请合掌。悉方极乐世
陀佛，阿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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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佛。
原生
寂，途中哀求，哦大家请常跪啊，这个特别在这个82号的同修啊，能够常跪啊，啊家里有佛像的啊，啊也可以常跪啊，我们一起来回向啊，一起来回向，然后再来一起三皈依，请合掌啊，请合掌。这个弟子哈，大家念自己的名字。弟子学悟，愿以此诵经、讲经、念佛功德，回向累劫冤亲债主，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回向澳大利亚
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愿以此功德回向世界和平，大灾化小，小灾化无，回向雪梨晋中学会累劫姻亲债主以及世界各地晋中学会，回向雪梨晋中学会四众弟子累劫姻亲债主消灾免难，回向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和尚法体安康永驻世间，回向师父上人上定下圣长老法体安康永驻世间，回向许和德居士洪英福居士，回向母亲王哲蔡水花居士以及四季各地疫情早日化解，世界和平，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因疫情而生病的众生早日康复，因疫情而罹难的众生早日超生净土，蒙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请起立。愿以此功德
应土法
再拜起三拜起问讯起。好，大家阿弥陀佛啊！今天师父啊跟大家共修到这里圆满啊，我们下一次啊有缘再见啊，祝大家法体安康，老实念佛，谢谢大家，阿弥陀佛。